国民党主席龚启行联合台中演讲，建议者三十一批评中央政府唔顾民众的空间，所谓联合党是地方政府逆费来指定一些收听国检系食品安全瓷器条例，严格来禁止就来去多把外界面怪酒肉哦。另外，国民党苗栗县逆费党团三十一没快反对由蔡英文民主进行的检查费。表态地方的不满，同时呢，伫提议修改此次条例来抵制超用心一刀台湾。拒绝瘦肉精美猪。国民党主席龚启臣带领台东演讲，演一演批评民进党唔顾国民抗天，台上讲反对由超肉精成分米煮进口，好联合党内各县市地方政府同议会，透过地方传统增加也收听，地方涉案支持相关条例，清楚写出禁止超肉精。台东演做到1906年广告实施的食品安全支持条例，做清楚规定的合教营养物产禁止酿出超肉精。台东县政府每县市要抗台，本国三期老年抗天照顾基点，普罗抗天站都比较叛逆，还收听地方法规相关法则。中央不顾，地方来顾。持续这个标准之外，我们会更严格的加强我们的查器检验的部分。开放瘦肉精，乡亲不安。那个头没有立言，国民党没有立言，议会党团实行议言，面对中央表扬，开放民有民主进口政策表达不满，同时宣布委托议会抗议期间修改辞职条例，彻底反对表扬超肉精安全用品。国民党应该也会提出，我们就相关瘦肉精的这个管理办法各方面实案的办法哈，会请我们党团提出这个法条哈，我们来定我们的辞职条例是本来就有。那我们应该会给予修改。站在我的立场，跟我们县内有关的，像比如学校啦、机关啦，我们都会强烈的要求他们一定要用我们苗栗本土的这个猪，这样的话，确保我们的这个安全。台东苗栗两院长都呼吁，中央该关键听取三种猪肉三地来源标头法规，本地方政府要查核标准，香港政府正要开放，要求清楚写出猪的三地日期，本消费者有办法分辨。下个新闻陈菊敏杨一诺，台东苗栗报道。